在社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档案的作用。档案的作用通常是指档案对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那么什么是档案呢？档案是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明确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档案是维护我们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的法律书证，同时它也可以记录各种生产活动的情况、结果、经验和教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档案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让我们更加重视起我们的档案吧。国际档案中极大的行动。